来，看脚本，赶快过来。欢迎收看今天的《美食传说》，我是你的美食探险家姚哥。冬天呢，就是要大鱼大肉，豪迈的享受美食，才符合我们总干事及时行乐的精神啊！我现在人在三重的五华街326-2号，喜欢吃美食的朋友，你们有福了，跟着我来看 ，Let's go！ 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美食就是帝王蟹。真的很重，好不好？这么开玩笑的。再来，泸州生鲜水产。大家是迫不及待了，老板在等我，赶快去跟老板打个招呼 ，Let's go。哎，你好啊！哎哎哎，你来啊，你来啊！哎，宝哥，宝哥，我先帮你递上这个神圣的麦克风。哦，安尼安尼，快点拍摄。没啦。啊，我有。咱这个所在呢，就赞嘞，因为我进门就看到左手边这边有这个。啊，这咱会使讲规台湾全省吼，目前这花都啦，上大咖的啦，我详详来介绍啦吼。谢谢谢谢。啊，这顶悬这上大只，这就是目前啦，当朝时的迄个俄罗斯帝王蟹。啊，再来下骹只吼，就是澳洲的水瓜牛啊。澳洲的龙虾吼。啊，澳洲龙虾。啊，这咱拢咱台湾本港的大明虾，这十只拢活跳跳的。哦，这拢正日本空运哦的鲍鱼，啊，那变变变，咱咱这安尼，咱提一只，咱就不大气啊，不一样诶，不一样诶。哇，各位朋友，大鲍鱼。哦，咱提一只，咱就绕开，咱都不一样诶。哦，来到水族馆，我这是好像来到新北市水族馆。各位观众，美国大鲍鱼跟手机一样大，生蚝啦，生蚝啊！我这紧张诶！再介绍一次，各位观众，美国大生蚝，你看一样大，跟 S20一样大，这很 over。我靠！哎，它会动哎！是啊，什么感觉？有心跳的感觉，有心动的感觉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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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感谢宝山哥，这大开眼界，这其实是串烧酒厂。有这种活体的，其实是蛮下蛮重本的。好，那因为我刚刚看，其实有人陆陆续续买出去了，刚好像买蛮多走的。对对对对。啊，我们有卖生的。有啊啊！假如买回去不会料理，我们现场我们有餐厅帮他料理。请支援收银。今天这组客人呢，就是宝财哥的常客啊，那就由我来帮大家招呼一下。那请问一下，美女帅哥，你们今天要点什么餐？帝王蟹。哇，这个风声很快，这是广播有报是不是啊？噔噔，等一下，按人家要挑帝王蟹，你会挑吗？没有啦，我看他喜欢哪一个长得比较帅的，就把它吃掉这样子。哦，我们问一下阿姨，因为阿姨阅蟹无数，那我们就请阿姨来帮忙。阿姨来来，跟一下，看你要倒一只，看倒一只较歹还是较水？上肥的迄只。上肥的，安尼可能剩我尔嘞。哦，我看现在正在造一只。哦，这只活动活动力很好。对对。你的时期到了。哇！天哪 ！OMG OMG！ 这个需要拿出来给客人确认吗？也需要需要。现在这个现在这个环节就是，你别叫一个小对象啦。我要给阿姨拿。哇，完美！哎，阿姨的触感怎么样？很棒。有跟他少年的皮肤无？哦，这足结实的。哦，足结实的，肉质足结实的。一定好食。这只安尼两斤是，两公斤是哦，不是大斤哦，是公斤。它左边是公斤哦。啊，是公斤是公斤哦，咱这伫算的吼，拢是一公斤。咱无像外口讲一大斤安尼讲大斤数，我知，还有，听起来敢较重，还有误差，哈，对对。所以宝财哥，我们来这边就是，你选定哪一只，马上抓起来，不偷斤减两，直接处理它。对，这一斤都是只，这只就是伫咱的，咱的厨房，咱厨房嘛是拢公开，就是当场现处理，安尼无经过暗门的啦。哦，这真的是很实在。对，冷气提杠哦。
我嘛听过鱼港嘛有暗门的对吧？对对对，啊那是个人的迄个做生意方式啊。是，我常常你讲的，我无做好的装潢，不过我会使让消费者做好的食材，食材食材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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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他怎么处理啦。好 ，OK， Go。这是很大一麦，这真的很大一麦，这个吓到我，我以为他会这样子，没想到跟被冰棍。现在来到这个杀帝王蟹的环节，对，有一点，我觉得有点可怕。现在什么环节？我今天已经应征这边的服务生了，看你是要内场外场，交给我。怎么会这样？一日服务生，突然就开始打工起来。是，我们习惯，了。好，我们以客为尊，阿莲，我倒黑了。你真的服务生呢？哎呀，倒黑了。来，没事。在这边打工哎。哎，没事，我们已经决定要参加这边一日行程。打工。死给！这是帝王蟹的蟹膏，这是一个蛋，它等一下会做一个蟹膏蒸蛋，哦，这一看就是非常非常的鲜甜。我们等一下再来看，因为它这个不会上桌，就进去蒸了。等一下我们来好好期待一下这个蟹膏蒸蛋 ，OK？ 我们上菜啦！阿姨，你进个几只来啊？哎呦，水哦，敢讲几只？几只啊？你车里多少车一只啦？多少车一只？所以这只无唔对。哇！好，关节的部分拿来煮火锅。我这边访问一下宝财哥，我们现在把这个料都下去啊，怎么这个要拿走？这就是咱帝王蟹三吃哦，是，咱我们的帝王蟹壳跟它的关节，我们下去煮火锅。这个帝王蟹脚我们用火烤的啊，这至于它的蟹膏呢，我们在蒸蛋，所以就是说帝王蟹三吃就是火锅蟹脚火烤啊，那蟹膏那蒸蛋就三吃。这就是我们的串烧机，这位就是我们串烧师傅，已经当了8年了。我们特地从台北市哦，把他邀请回来，在地我们的三重子弟。宝哥，啊，其实我最早孙海泉都会厨房。你也假的啦，是安尼，我不信。我想讲无，通两支啊，给迄师傅甲鉴定一下，看会使无。好啊，这无问题。这就是阮的日式烧烤师傅Jordan。哎，Jordan哥，这是阮的迄个。已经烘了烘，挂来家已经烘到九年了啦。好，水哦。所有食材经过伊手烘起来，真正食落会爽，不怕清。OK， 好，阿伯现在开始。好，留言终结者到底我有没有待过厨房？现在就秀给你看。Jordan 师傅来，对，今天我们想要烤一下这个串烧，那人气最高在店里面是大概是？我们现在人气最高点的就是牛小排跟牛肋条哦，牛肉这部分。刚好我最喜欢吃牛肉。那全家人你有烤过吗？中秋节有烤过了，不过我是以前是在做厨房，是做主菜炒菜的。拍水，所以现在就出手了。好。完蛋了，黏住了，这要撒香盐。哎，这个九点师傅，这个串烤什么这样的技巧跟秘诀？其实这牛肉有没有要烤的时候要撒，前面要先撒盐，撒盐巴之后用大火下去烤，快速让它缩起来。对，缩起来，对，才会好吃，才会。是，烤到表面稍微脆，缩起来，对，缩起来之后再翻个正面这样子。那我们这个是属于盐烤牛小排，对，盐烤牛小排跟盐烤牛肉条，对，这味道扑鼻而来。OK 了 ，OK， 这样差不多。它起来之后再撒点胡椒椒盐，最后给它保温加热一下。好，可以，因为其实牛肉不用烤得太熟，完全熟啊，差不多6分那边。六分算熟度还不错的熟度，好，谢谢师傅。所以我们这个外表可以给我打几分？今天
九十。哎呦，快了！假的。我等一下给宝哥试试看。大部分都是纠正师傅在考的。所以他就给自己九十，美丽的。你还看不懂吗？上菜咯，有没有？这温度还保持的可以。哎，宝哥，宝哥，宝哥。哎呀，哎，吴雅，吴雅，在实际行业吗？宝哥，请坐，先看一下这个美味的色泽。啊，吼吼吼吼！哦，这是真正吴雅，哎，我能保持到你哈。哎，然后那我就请这两位美女来品尝你的手艺看看。好，没问题。好好啊，来，你们来，尝看，来，那个尝一下大导演的手艺看看。刚刚不小心弄了一串牛肋条跟一串这个牛小排，对，不小心进去小事身手。好，这是牛肋条。牛肋条，哦，真牛肋条。对。感觉安怎？有点嫩，有点嫩，应该是原本牛肉的嫩。有点嫩啊，有好吃无啦？好吃，好吃。安尼啦，这样子是你在后面。我我觉得可以再那个深一点，再深一点，对，有点好吃。帮你们上个酒哦。插播一个秋肉菜，因为刚刚宝哥跟我说这个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。宝哥，这一道是什么菜？这是咱的哦，温店的咱的招牌菜啦，带骨的牛肉排啊。这个、牛肉排就是由咱温店哦，咱的家己的师傅哦，家己弄起来，急速冷冻、真空包装。这吼、个哦，这个、要吃真简单，这刚买回去隔水加热。这个、过年要搞哦，这项菜，厝内桌顶一定要有这项菜啊，绝对好吃。啊，拍家我挂保证，全额退款。安尼，哦，这得安尼上来，恁遐这个温柔。来，请开。阿廖伯啊。嗯，就拍谁？赞不？这超 Q 的。物件好食，拍家赚免赚。没有，嘿，你安尼吃就是知啊。哎，还可以酱料很厉害。吃下去，这有点蘑菇那种感觉，吃下去有点回甘。然后这个 Q 度是我咬下去的时候，那个里面还有点。藏在里面的肉酱，对，小怪各位安尼掰出来安尼，然后这个肉啊，它这个肉边边的这个肉丝啊，很嫩，够足油足嫩的，对吧？哦，这老人筋啊，弄会使吃。啊，请问一下宝哥，这个这样一份如果是外带的话，真空包多少钱？我现场吃，阮师傅甲你用较好，$815。啊，你啊买回去家己用，一份$700。这个重量很重哦，其实真的是便宜，这是你物超所值的啦。你觉得吃起来那个味道真的，除了还有功夫卤在里面的卤汁之外，它是肉本身品质也很棒。今天的重头戏终于来啦！哦，帝王蟹，好了，这时候先送去料理啦，我们等等见，哎，拜拜。哎呀，是宝哥，听讲。啊，今仔日好你辛苦啊，好你辛苦啊，安尼，好你安尼，就下晡安尼三四点，好你无闲到安尼吼，实在足辛苦，足辛苦。啊，实在吼，啊，我就吼，创一个本店吼，即卖吼，上新的哦，锅底，要啉热汤。哎，我先感受一下。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汤。哎，感受一下宝哥讲的这无味素的。真的，这真的厉害哦！我有那海的味道哦，我来海边哦。还有一种那种汤的很干的那种干的味道。但是汤头对啦，连一粒味素都拢无掺，全部拢是用咱的蔬菜，哎，来熬汤的，无像外口，也是讲啊，甚至袂掺。有诶，火锅什么掺粉的，有诶，唔通当。我定咧讲，咱对无开始做，到即嘛。会甲咱买，会来甲咱捧场的，拢是咱最好的朋友。啊，咱最好的朋友，咱袂使买伊无好的物件。对，顶天你甲我讲过。啊，是。哇，来了。OMG。哦，这就是咱的帝王蟹。哦，咱的脚拢是用烤的。用烤的。
哇，喜欢，哇，内力，哇，哦，啊，这个鲜甜鲜甜，这就是咱帝王蟹，我所讲的就是咱三吃。关节的部分，我们就来熬汤。啊，香菇心，啊，个有香菇心吼。身体的部分就熬汤。食咱这黑菇就是，豆豆啊吃，安尼愈吃后壁愈精彩。对不起，这是要哪吃？伊这拢给你拍开，为中央才白去。哦，这个很用心。对。这边都已经帮你拔壳，都已经用开了。对。来。哦。快吧，快吧哦。这鸡肉吧，用大 K。加赞啊！今嘛吃帝王蟹，今嘛登钓时啦，太 over 了啦！吼吼！啊，对，用鸡安尼，火烤帝王蟹脚。哎呀，安娜，哇，它这个真的是肉质鲜甜饱满，而且它是因为那个汁直接锁在那个肉上面嘞，真的蛮屌，真的蛮屌。而且我刚才吃了一半了，还这么多，会不会太 over 了一点？等一下哦，哇！你没有看过蟹肉这么多的吗？这是比例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哎。啊，所以讲咱这话吼，咱的帝王蟹也是拢特价安尼，拢计斤计安尼。哎，这本身是跑100公尺比赛的选手。我觉得把它做结实的咧，做结实的，因为今嘛拄啊好啊，拄啊好，食这帝王蟹今嘛拄啊好长钓时的时间。重点是这个的，你一直咬啊，它的汤汁会一直从嘴巴这样炸出来，因为它不是那种破口啊。对，安尼讲敢对？安尼讲对，安尼讲的重点嘛，肉你吃落会破口，这就是冷冻还是死去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冷冻跟活体的差别就是，这个肉体吃起来会一直有汁。从深处这样，挤这样跑出来。对。啊，那如果冷冻就那个肉比较死一点。那呼。哦，呼。啊，佮无迄个分解嘛咧。汤汁没有，弹性没有。对。这最大的差别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，这个非常值得。啊，吃就是一定帝王蟹，吃就一定从基本就是爱吃活体很好料理，很好处理，安尼才是赞。我会记得人较早拢爱出国去吃帝王蟹的。对。啊，即马免，要吃帝王蟹。嘛免去到西港，也免去到倒位，近啊，新北市咱泸州三林埔，赞嘞，咱讲赞嘞，人口两个乡亲加起来要60万人，咱讲赞嘞，免驶到这远，你三林埔地区就通去吃到俗个大碗，啊个鲜个活跳跳的帝王蟹，安尼，烧有诶料理，哇，拄啊恁有可能好食，大家拢撑了了诶吼，好食个，啊，拢速度拢应该，就美吼，拢就美，因为即个好食诶物件，速度卡手手手食无啦，啊，这关节的部分啊，刚刚就讲说，这个拿来是熬汤的，对，因为我建议说吼，因为咱要食帝王蟹，咱也到要食，咱就无需要食甲遮咸嘛，我是大部分我帝王蟹即观察，我是拢像即细只咧。我拢是甲控汤啦，就是一汤一条控，唔再甜。这个关节哦，这个关节我把它转出来啊。嗯，这卤丁。对。啊，这就是讲烘的有烘的口味，煮火锅有煮火锅的口味。真的，这太猛了啦！我数姐，我有俄罗斯的感觉。Russia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今晚最后一样最重要的。帝王蟹蟹膏蒸蛋，这是我们帝王蟹的蟹膏哦，这是所谓的第三吃，我们把它制作为蒸蛋，它的营养价值绝对是超过100分的，就是我们的蟹膏跟我们蛋同时在一起，对，同时打在一起啊，由我们师傅用我们的高压蒸锅哦，这样的高压这样子把它蒸煮起来。它的压力不够大，也蒸不起来，也是要功夫啊。这完了，功夫菜哦。哦，你来看嘛，吼，对，这波涛汹涌哎，不，这个有波动。看这个蛋侧面的这些细缝，这就是蒸蛋的功夫。OK， 它比布丁还要再有点缝隙，这味道才会厉害。来。哦，这个囡仔，有带囡仔来，我好囡仔食这味。这饭团白三碗。对哦。
这闻起来就是一个很鲜甜的，就是我觉得海鲜就是一个就很鲜的味道，就清鲜啊。你不要以为这个蛋看起来这么多，那个蟹膏味道会很淡，没有，这蟹膏也是用爆棚直接炸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是直接 mix 在那个蛋花里面嘛，是，我吞下去了哦，它现在味道就这样反，就上面这样回甘上来，因为那个蟹膏的香味是会是在鼻腔这样共鸣这样子。对，因为蟹膏本身伊的气味就比较香，香啊。不要看它这样子小小一碗，这真的可以让我吃三碗饭。我不跟你聊天了，因为继续讲这些，拍谁拍谁。你请假，因为你今天是上辛苦啊，上辛苦一个，你这请假一个，抱一个。晚上我跟你讲。拍手啦，拍手，拍手！我是算起安哥啦，啊，那个拍手，那个拍手啊！好，你讲话嘛。哦。啊，这个牛排哦，咱就吃简单，这个牛小排哦，安尼轻轻啊个，这个安尼就好啊。好。有点粉红粉红的样子。啊，这个吃看麦。好，我先吃一个原味的，不加酱。啊，你吃汤头的，我跟你讲。肉片好歹，干那吃完你先吃看麦，好，你会甜啊。啊，这物件好歹就因为我刚在吸那个汁，有没有？这汤太厉害了啊！啊，你哪啉啊？我用一个这个咱台湾地啊，分林的用顶级的这个黄金双板珠。啊，这个吼双板珠这个物件对啊，你甲煮，安怎甲煮？煮愈久，愈 Q， 愈 Q。啊，保证无来煮。无来猪，本店买的物件绝对无迄个来猪的啦。正台湾的，正台湾的，这个是正台湾。关键字给它猪下去，台湾猪哦。黄金六两猪，双板，你吃看麦，真的蛮美的。吃落会 Q 啊！来啊！哦，很弹牙这个。对，伊这个肉，这搞到正猪加猪吼。对，伊这双板猪是安尼。我真的厉害啊！来，1:1的黑毛猪，黑毛猪五花，这个，这1:1黑毛猪这个猪肉啊，会甜，吃起来是有一种甜味，然后而且它的肉质啊，稍微有一点点的嚼劲。啊，所以讲伊这三种肉有三种特色个，啊，所以讲哦，我三种的口感，咱这个牛小排、松板猪、1:1猪五花三种肉一组，咱才卖700块。三种合购，那你这售价700，真的很过分哎！这个美式卖场可能没有生意了哦。Sorry， 咱这道呢，一般人来想，他爱开话的。免超过2600块。这一桌可以做到将近10个人，8到10个人，加安尼贵到300块。汤底，恁再安尼开起来，免超过2600，安尼好不好？这就是我讲的，我甲装潢的钱。先来给消费者，我拄仔我听讲的啦，我也唔捌做过啊，啊我拄头做，拢是一定是上好的朋友来甲咱捧场。是。啊上好的朋友会甲咱捧场，伊就是信任咱，啊咱总是袂使违背人的信任。对，袂使卖无好的物件给人嘛。好，那在这个疫情之下啊，其实就是宝哥在这一段时间也很努力做这个餐饮的事业。有什么建议给大家？哎呀，我来讲。是。咱这个烧烤甲西餐，我拄开始做时，拄等了疫情。对啊，我知啊。迄实在是个，我讲是上歹听，就人讲上土呀，是咁要抓出来啦。安尼。啊，佮咁。卖乌白砖嘞，哎。咁要抓出来。砖喺边头。咁要抓出来，佮咸要滚倒安尼啦，要唔过。我所有兄弟啊，大家拢足感性的，大家就讲，暖暖咱就是爱撑过去。人讲的上歹，就是好的转，那个危机就是转机啦。危机就是转机，天无绝人之路。啊，这句话袂晓讲几波，讲袂出来。把你养走了啊！所以讲，咱最歹囝的，命拢较钝啦，啊命较钝，咱啊。冻较久啦，是，安尼啦，就是干安尼，抗癌，对啦，抗癌就对啊，是啊，硬起来。好，总干事的朋友有福啦，刚刚跟宝哥谋了一个福利啊，你只要在我们下方的留言处啊 ，YouTube 下面留言哦，或者是 FB 都可以，只要你留言，泸州生鲜水产一级棒，然后呢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你到现场只要消费，宝哥就随机啊，还会随机送你一盒这个肉哦，所以我们限量50名。等一下，我再加一句。阿瑶今天这么辛苦了，他说全50名，不用，
前一百名都可以。好，感谢宝哥，感谢宝哥，感谢宝哥。到现场，你要出示给我们工作人员做确认了哈。确认完之后，我们就做这样子的随机赠送的服务。然后呢，刚刚宝哥提到说，他已经准备好100多只的帝王蟹要供年菜使用。那我们是透过这个赖群组，或者是还是赖的粉丝页，都可以赖的，赖的群组啦，还有 FB 的我们的官方。官方的粉丝专页啊，对对对，因为它上面的啊特惠的东西众多啊，有生食、熟食，或者你要定位，都可以在上面做预定。是，那是是，里面有包括我刚刚看的，我记得一个那个超级好吃的，这个牛肋排，我们的牛肋排。我刚问宝哥在哪里，是北美牛肋排，隔水加热就可以吃。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一次的年菜组合啊，你各位不用再担心了，只要加，等一下会下面下方连结处给你。FB 粉专还有 LINE 群组，只要跟小编订购，可以自取，可以外送，可以宅配。好了，那你们各位不要忘记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今天的重点就是要留言，不要忘记要留言留什么。再提醒你们各位是，泸州生鲜水产一级棒，总干事赞。感谢宝哥，喜欢的影片分享、按赞、订阅，拜拜。